所以声闻叫闻声悟道啊，从佛口生呐、啊，阿罗汉是从佛口所生呐、啊，啊，那些菩萨们也都个个都是，你看地藏菩萨那么伟大呢，开口闭口都是成佛威力啊，都是佛的威德力，我才能这样啊。请佛住世不是请佛，是请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安住在法里啊，如理如法的修行。普贤横愿品，传奇法师正在开讲。第八愿，常随佛学，复次三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，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、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即如须弥为众法故，不惜生命。何况王位、诚意、聚乐、宫殿、园林，一切所有，集于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众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舍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注意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越狱成熟众生，乃至视线入于涅槃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悉胡视，于念念中我皆随学。如是虚空界尽、众生界尽、众生业尽、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匹也。第八愿，常随佛学愿，是以谁做榜样呢？于此娑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。毗卢遮那如来是谁啊？释迦牟尼佛啊。在华严经里，释迦牟尼佛显现的是什么？是他成道的状态，凡夫人见不到的，并不仅仅只是啊悉达多太子，他这个时候是什么相呢？是千丈卢舍那身，八地以上菩萨看得见。所以佛说华严经的时候，八地以上菩萨见，但是佛虽然是八地以上菩萨才能见到他的境界，但是佛的境界却遍知一切、遍见一切，所以这里面也有声闻缘觉。但是反过头来，声闻缘觉看不到华严的这个，所以包括现在泰国、缅甸、斯里兰卡，他们没有这个经。这经典里说，声闻缘觉看华严经如盲聋喑哑，看不到，如盲人一样。佛说法，他像聋子一样，哎，也没有办法对答这个华严境界的语言，像哑巴一样。我们中国那个福报大不大？特别大啊！不读华严不知佛家富贵，就不学华严不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富贵啊！人读汉文能读这个经，毗卢遮那佛这时候显现的是报身佛的状态，头戴毗卢佛冠，文殊普贤各戴毗卢佛冠，都是报身佛的状态，密言刹土。表面上看佛陀在菩提迦耶、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，但实际上讲这个经典分了七个地方，用九会来就是展现的，有个四句偈来总结这个华严经所讲的：菩提场出九世多，三四刀立即夜魔，普光明殿二七八，他话都率五六过。这是总结了佛陀讲华严经的这个七处九会。第一，初在菩提道场成道宣说华严，六品十一卷，
第二会在普光明殿，这普光明殿就是佛的报身的密严刹土，说经六品四卷。第三会在倒立天，回到玉界天，玉皇大帝的那个第十宫殿，讲了六品三卷。第四升到第三层天夜魔天，讲四品三卷。然后第五会就升到兜率天，讲三品十二卷。第六进入塔化自在天魔王的宫殿。这个时候佛成道的时候，请问魔王躲得掉吗？躲不掉啊，佛的这个光遍一切处，谁也躲不掉啊。然后在魔王宫殿讲了一品六卷。第七会重回到佛的这个密严刹土普光明殿，讲十一品十三卷。第八又在普光明殿讲一品七卷。第九回到士多林讲一品二十一卷。为什么会到士多林？士多林就是人死人场啊，坟场啊。为什么会到死人场佛要去讲呢？因为人死的时候啊，也会回光返照的，对不对？过去他也超时空的，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那个时候都见的，请问那个是不是佛光啊？其实那是佛光啊。所以讲这一部分的时候说，人若人临命终时能念佛能证觉的话，那个时候就会往生的，临命终可以往生的。但平时人不知道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哎，我小时候怎么看到了？我长多大怎么看到了？哎，我是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又看到了？其实这是什么光？是超越时空的，这是什么光？这就是佛光啊。释迦牟尼佛成的佛是谁的佛啊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佛啊，就是成的我们的佛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也就是我们如果在死的时候那一刻，不管是谁，那个时候都是会跟释迦牟尼佛同体相遇的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那是释迦牟尼佛啊，那知道只知道那是我自己。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课，我们哦听得清楚啊，这感觉到开心啊什么啊的，这就是就佛啊。你们有没有感觉那就是佛啊？那说什么仗着我呢？为什么还是我呢？那仗着你就是你在仗着你自己啊。所以佛叫破我执，你我执一破好了，整体的就变成佛了。所以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。能障须弥，能生巨海，能障圣道。所以佛成的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成的佛，就代表我们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。哎，所以佛才说奇哉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皆因妄想执着，您不知道啊。虽然不知道，再生不减，再佛不增，同一体性。所以那你看，那佛还不得不弘扬佛法，佛要不把我们救出去，那我们的病就是佛的病啊，就变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佛弘扬佛法也是法尔如是的，也不是有为的，是法尔如是的。所以诸佛菩萨化现人间来教化众生，都是法尔如是的。所以放心，哪个做皇帝都放心，不会扰乱社会的。因为佛弘佛法，它是顺应着这个至善之道啊，顺应至善之道。你看，这是佛法几千年下来，这佛教都是正能量，都是正面的，没有产生过负能量的。那负能量那就不是佛教了，那就变成邪教了。所以只要是佛教，它就是正能量的，如实之道。天台宗集讲，就讲法好了，讲法叫自讲自听，叫自信众生誓愿度。虽然看大家好像各个不一样，但实际上都是自信众生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常随佛学，我们要学谁呢？学毗卢遮那如来、释迦牟尼佛。
从初发心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精进不退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佛性啊，南无就是皈依啊，皈依佛性，皈依佛性，皈依佛性。啊，就背尘合绝，念念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量劫来的凝聚的这个业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为了能够念念皈依我们的正等正觉佛性，乃至我们的业报身都可以什么牺牲在这个当中，可以把它舍掉。没有尽这一报身没有尽，下次再舍，没尽再舍，就像这个蜡烛一样的，只要你没烧完，继续烧，继续点。蜡烛成灰泪始干，就这样。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细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。用什么写经典？用生命书写经典呢？请问这个普贤云公哪来的？是不是比如这那佛从觉悟之后，然后念念精进，舍生命，身口意业精进，这样然后就自造的这个功德业啊？是功德业，是不是这个云海啊？就这个云海啊，就整个把我们的身心是皈依在这个法里面，去践行于佛法，不惜生命，何况生类生命都不顾了，都愿意为法而为法而活着，为法而死，为法而存在，更何况还会去珍惜王位名誉，珍惜那个诚意聚落宫殿园林那个身外的这种东西吗？他都会把它变成修行的资粮。所以过去毗卢遮那佛往劫行道的时候，他也是唯一王子，他就从小就喜欢布施啊，他的国家特别的强大，没有人敢侵犯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国家里有国宝，那个大象王，别人要来打仗，过去打仗的又不是人啊，步兵啊，骑着马啊，或者骑着什么，就来打。但是他这个象王啊，只要吼一声，所有这些什么马什么东西都跑回去了，就，所以你没办法跟他打的。他国家这个人民过得富裕的生活，国家特别的这个太平幸福。然后邻国呢就很羡慕他，然后就有个外道给他出点子，说那你要想得到他向往也简单呐，你只要就跟他那个王子去化缘就行了，要就行了，他王子要什么给什么。他说这不可能吧，怎么可能？他说你听我话去要试试看。好，就派了一个人就去要，就跟王子要，王子真的就把这个像就给他了。一给了之后怎么样？老百姓知道了，老百姓怎么样？老百姓怎么样？老百姓有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？没有啊。老百姓对这个王子会不会生气啊？都生气啊。老百姓生气啊，大臣们都生气啊，然后都跑去打告报告，就跟国皇帝说，你的儿子是国贼败家子，我们国家就靠这个项王幸福安康的。后来他把这个项王送人了，送给敌国了。我们国家从此之后不再会有太平了。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从此之后就葬送掉了，都是你家这个王子害的。所以皇帝也气得不得了，到后宫里面啊，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宝给送人呢？就是把你流放到这个很远很远的一个魔鬼城，野兽出没，魔鬼出没的地方，到那去吧。妈妈就很心疼呢，知道我这个儿子从小就善良，惹祸了，然后就给他儿子带了很多黄金。王妃跟着，还两个小孩也跟着他到魔鬼山里去了。结果一路上来，走到哪他又布施哪，走没有多远，黄金白银都已经就布施完了，还没有到呢，早就布施完了。然后再下去，哎，骑的马也被别人要去了，哎，后来帐篷行李也人要去了，要到后来，好了。两个小孩子，别人说我家里没有奴仆，你两个小孩给我做奴仆吧。啊，他就发过愿嘛，谁只要问我要什么我都会给，只要我有我都会给。就好了，儿子女儿也送给别人去了。再走下去，好了，又一个人来了，说我到现在讨不了老婆，你把哎他给我做老婆吧。想想他含着泪问他怎么办，有人我要你了，你怎么办？
他过去那个女的也好啊，丈夫有什么愿，我就帮助你完成愿啊，实践你的大愿吧，我愿意，只要你决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结果他就含泪的说：“那你把他带走吧。”你看，这是谁啊？天上玉皇大帝啊，帝释天呐、啊，就被他感动啊。像一个人，你克服了这个自私自利，当你完全敞开胸怀，以光明的胸态拥抱众生、拥抱世界的时候，这股能量大不大？非常大啊，天地震动啊！所以帝释天王来感动，帝释天王都感动的落泪啊！这个菩萨这么厉害啊！然后把他太太又还给他，一起过苦日子。敌国后来也是被他感动，再把这个像又还回来，还回来。然后父王啊，然后又把他接回来。但真正的就是这样，你想了你哦，这个我们比卢遮那佛、释迦牟尼，过去都这样子的。请问我们想谁学如来，常谁如佛学？你学得会吗？会不会像？学得会吗？我跟你说，不是这么一下子就学得会的。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常随佛学，我看到这个佛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好几年我想不通啊。为什么？不是佛不伟大，我们太自私，我们自私惯了，对不对？连猪好来都猪蹄子都往里拔的，你看哪个猪往外推草的？没有的，那个鼻子都是往里勾勾勾勾回来，哎呀，草弄个屋，把屋窝弄好了，那猪铺床铺得很漂亮的。哎，那鸡也是抓抓抓，一早天一亮就跑出去爬去了，就吃去了。老母鸡啊，看到好吃的，嘎嘎嘎嘎嘎嘎，就喊小鸡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也有菩萨精神的，对吧？但是就是啊，过去圣人说，他说妇人之仁，遍及天下，即是圣人之仁呐。我们就是遍及天下难，跟我没关系的，我为什么把我好的给你啊，分享给你啊？就难，这个普字上做不到。但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，中国富大师就是这样的。弥勒菩萨化身梁武帝的时候，一个富大师，他也是的，家里也很富裕的大户人家，种种地，玩玩，喝喝茶，遛遛鸟，没事呢还到河里去抓抓鱼。但他抓鱼很奇怪，他抓好鱼之后，他那个网啊，网好鱼之后，他把网又放到河里面，还对这个鱼说：“说该走的走，该留的留。”就这样，那个鱼不走的，他就捞回去了。就那天在打鱼的时候，忽然哎，有一个人到他面前来了，一看黑黑的啊、哦，胡子拉碴的，这个高高个子，一个很魁梧的，是谁啊？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说：“你怎么还在河边打鱼呢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河边打鱼啊？”他说：“你看看水里。”他往水里一看，达摩祖师的这个威德加持力嘛，就把兜率内院陷在水里了。他一看水里的兜率内院，恍然醒悟了：“我是兜率内院来的，我是弥勒菩萨啊！这怎么到了人间还在打鱼呢？”回去之后就完全答辩，且不搞，谁要我什么东西我都给。好嘞。没几天家里田园都被人要去了，再过几天房子家具都被人要去了，再过几天老婆也被人要去了，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这种事情还真的有啊，这就是梁武帝时候啊，我们中国富大师啊，后来他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名震朝野，后来梁武帝听说啊，浙江义乌还有这么一位叫富大师啊，请到皇宫来供养，就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佛教界里这些菩萨你看感人吧，我们有这个心量学习吗？至少我们要反问自己，要有一种惭愧心，哪一天你慢慢慢慢你就觉得我越来越学越来越学越来越像，一开始连接受都接受不了的，老实说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敢随佛学吗？你敢吗？那像佛伟大不伟大？所以说为什么要我们身体要礼拜佛，口要称赞佛，要供养佛，在佛面前我们要忏悔忏悔，然后呢，然后随喜诸众诸一切圣贤，难行能行才什么学的随喜，才随喜也不容易升起来的，我跟你说随喜
我们比如智那佛过去的这个故事，你说你敢随行吗？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啊，你说倒好哦，自己要做好事哦，孩子也舍，老婆也舍，这样男人我才不要跟他呢。有很多人会这么想的，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舍呢？我们比如真大佛也有舍自己的时候啊，金光明最胜王经里舍身是虎，三位太子去游玩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银兽的老虎啊，已经瘫软在地上了啊，那些小虎崽子刚生了，小虎崽子体力虚弱，没有进食，找不到食物，看老小老虎，小虎老虎都快饿死了。然后大王子小二王子看了之后，哎呀可怜啊可怜啊，怎么就走掉了。但三王子看，他说哎，他就问两位哥哥，他说他们要吃什么，采点这个，这采点蘑菇，采点山果可不可以，他不吃，他哥哥的知识多，他说老虎不吃这些的，老虎吃肉的，还要热血热肉的。哦，热血热肉。他就想了，我是热血热肉呢。然后就想了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人呐，生生世世都为了这个我啊，轮回苦道啊，没有用这个我去利益过众生啊。我今天就用我来利益一下众生吧。这个虎正好饿，我把我给他吃吧。人世之无常变化，如梦如幻，瞬息万变，从呱呱坠地。到童年，到青年，到壮年，到老年，只是一瞬，而那生老病死，百劫轮回，终是难以摆脱，最后化作白骨飞尘，了无所踪。纵是千娇百媚，也逃不过白骨一堆。万物生灵，飞禽走兽，弱小或强猛，虽奔命一生，莫不如此。鲜花惜木，虽艳照人间，也难逃化尘之劫。这无常变幻之体，我将舍弃。世间种种，喜怒哀乐，终是过眼云烟。这无常烦恼情欲，我将舍弃。我愿舍弃这忧患之缘，用这个身体做一个无上的善业，救济苦难中的众生，在生死海中做嫉妒轮回的大慈航。我愿断除尘世之累，修习无量智慧功德，成就无上微妙法身，使一切众生无量的法乐。能为利益众生的缘故，舍这生命也是无所谓的。但是他的这种精神，你看，他爬到悬崖上跳下来，哎，我天神把他接住了，舍不得，这菩萨不能死啊，舍不得把他接住了。接住怎么办呢？结果拿个石头把竹子砸断，拿竹子锋利的竹子刺自己的动脉，这样在虎面前，虎已经没有，都咬他也咬不动了，他就血流在虎的面前，让虎吃他的，喝他的热血，然后慢慢有力量在吃他的肉，然后吃到最后一副骨头架子。他的业报的生命虽然没有了，但是他的精神，他的功德业力，是不是永恒的？永恒的。他开启了一个低级生命，升华向高级生命的一个通道啊，这就是华藏玄门啊，他为我们所有低级生命打开了一个从低处往高处走的一道门啊。你不舍低级的，你怎么进入高级的呢？Thank you.
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佛教的这种精神它跟道教跟其他真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他首先他认为我们这个业报身它是业报的五蕴具，要把它用在要回归正念正知正觉上，然后身口意都要都围着正知正觉，清净身口意，念念相继啊，无有疲厌，都供养给正觉，供养给佛。哎，这个是佛教的核心，乃至不惜生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即如须弥，这个如须弥一样的功德云海，就是佛陀这样子用生命去书写的经卷积累而成的。所以我们要往生到佛国，我们生命的一点点增长都是佛陀的这个功德力把我们拉上来的，甚至我们以后生到佛国，那佛国都是这样变出来的。为众法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成于俱乐宫殿园里，一切所有给予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哎，这些我们都随学，实现种种神通及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，这一切我们都随学。你比如了解佛陀的这些，这悲化经历比较多，他六度万恨，每一度佛陀在无量劫当中修那个，比如说布施，他修了多少种布施的事迹啊，持戒啊，有多少持戒的事迹，每一生所示现都是感天动地的。比如真那佛，麦普仁波切写的《白莲花传》啊，现在很有幸翻译成汉文了。介绍释迦牟尼佛、比卢遮那佛六度万恨的这些难行苦行，这些种种的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毗湿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乐欲成熟众生，乃至视线入于涅槃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嘛，了解，在了解的过程，以恭敬虔诚之心了解的过程当中啊，那你整个你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角色里去了。所以闻思修啊，你要想闻修这个随学，你要从闻去思，哎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实说不容易的。我当初看到那个故事之后消化了好几年，因为凡夫的角色是很刚强的，很刚强的，想怎么会这样呢？有的人甚至看到这个害怕了，哎呦，不敢学佛了，我这学佛还了得了这？请问你一个人有了这种精神，你还了得？如今世尊比如遮那，如是经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城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啊！不单单是比如遮那佛是这样，所有一切诸佛能够圆满福慧，能万德庄严，都是这样难行苦行这样子积累出来的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从比如遮那佛这一尊，然后又变现无量尊，重重无尽的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城中一切如来，都像比如遮那佛一样这样子。这是不是成佛最快的速度啊？这叫大圆满啊，这真的是叫大圆满啊。你看，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充满了佛的万德，都充满了福慧庄严。释迦牟尼佛成的佛是谁的佛啊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佛啊，就是成的我们的佛啊。他开启了一个低级生命升华向高级生命的一种一个通道啊，这就是华藏玄门呐、啊，它为我们所有低级生命打开了一个从低处往高处走的一道门呐、啊，如须弥一样的功德云海，就是佛陀这样子用生命去书写的经卷积累而成的。所以我们要往生到佛国，我们生命的一点点增长都是佛陀的这个功德力把我们拉上来的。普贤横愿品传奇法师正在开讲。
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。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。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残忍杀善鱼，坠河遭恶报。由于家经营多年的鳝鱼面馆，这家店的鳝鱼面做得非常好吃，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品尝。小婷，逛了一上午，我肚子都饿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吧。嗯，好吧，我也饿了，前面有一家非常著名的鳝鱼面馆，我们就去那里吃吧。是不是孟老板开的那家？是啊，我也听说过，都说他面馆里的鳝鱼面味道非常鲜美。对对对，就是孟老板开的鳝鱼面馆，我们要赶快去的，那里经常爆满，去晚了就没有位子的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两位想要吃点什么呢？老板，听说你们这里的鳝鱼面非常好吃，就给我们来两碗鳝鱼面吧。好的，两碗鳝鱼面，请两位稍等下，一下子就来了。孟老板面馆的鳝鱼面之所以味道鲜美，是因为每天他都会亲自去市场采购大量的鲜活鳝鱼，只有用活鳝鱼才能保证味道的纯正美味。早，孟老板，您来了啊，看看我今天刚抓的鳝鱼。这些鳝鱼都是活的吗？当然都是活的，你看它们游得多有力呀。嗯，那好的，这些鳝鱼我全买了。好的，我装好就送到您店里去。孟老板，以后需要鳝鱼就到我这里来，价格绝对是市场最低的。价格多少倒没什么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必须都是活鳝鱼，否则我做出来的鳝鱼面味道可会大打折扣的。您放心，我卖您的鳝鱼绝对是活的。嗯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这些鳝鱼被孟老板买回来后，会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进行加工。小王，去把蒸鳝鱼的蒸笼拿来，放在瓦斯炉上，然后把这些鳝鱼处理一下。好的。王哥，这是什么蒸笼啊？里面怎么全是铁钉呢？你刚来还不知道，我们老板制作鳝鱼面的秘诀，这个蒸笼里的铁钉作用可大的。这些铁钉究竟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将活着的鳝鱼倒入锅里，然后点火蒸煮，由于蒸锅内太过闷热，那些鳝鱼便会来回游走，锅越热它们就游得越快，而蒸锅里的那些铁钉就会将它们的皮肉自行剖开。等水烧开了，这锅鳝鱼汤也就熬成了，然后用它们来和面，做出来的鳝鱼面味道才是最鲜美的。天啊，
用这种方式来对待鳝鱼实在是太残忍了。你懂什么？我们店的鳝鱼面之所以好吃，就是因为取料新鲜，直接将活鳝鱼熬成汤，这样的味道才是最鲜美的。可是老板，您就没想到这些鳝鱼在蒸锅里受到了多大的痛苦吗？呵呵，他们就是鳝鱼罢了，鳝鱼最终还是要被吃掉的。老板，你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杀鳝鱼，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报应？别开玩笑了，你看我的生意多么好，这都是因为用这种方法做出来面，才吸引了众多顾客，哪里会遭到什么报应呢？唉。孟老板不听劝告，依旧继续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杀鳝鱼。嗯，味道真好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当然了，你看来这里吃面的人这么多，要是来晚了就没有位置坐了。哎，来吃面的人越多，老板要杀掉的鳝鱼就越多，罪业就更深重了，长久这样下去，终究是要遭到果报的。这一天早晨，孟老板又去市场采购新鲜鳝鱼。孟老板来了啊，我今天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不少鳝鱼，您看看下。哦，不错啊，今天的鳝鱼够肥的。哇，这条鳝鱼怎么这么大？我买了这么多年的鳝鱼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只的。然而就在孟老板把手伸进水缸里准备捞那条大鳝鱼的时候，不料众多鳝鱼突然涌起，争相咬他的手。啊啊，痛死我了，哎呀，好痛啊。孟老板你忍忍，我这就带你去看医生。哎呀，好痛啊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医生。不客气。孟老板手上的伤经过治疗后稍有好转，便继续到面馆招呼生意。老板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呢？刚刚被鳝鱼咬的，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。哎，刚刚真没想到鳝鱼咬人竟然会这么痛。是啊，真是怪了，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鳝鱼还会咬人。哼，你们还会咬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小王，把这些鳝鱼全部倒进锅里。老板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些鳝鱼为什么会咬你吗？哦，这还真的没想过。老板，这就是因果业报啊，您杀害了那么多鳝鱼，而且还是用了那么残忍的手段，所以才会被鳝鱼咬伤的。这不过是次意外罢了，哪有什么果报啊，别胡说的啊。被鳝鱼咬后的孟老板依旧不思悔改，继续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杀害鳝鱼做鳝鱼面，结果恶报再一次降临了。有一天傍晚，孟老板和朋友喝完酒后便独自走路回家，经过河边的时候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小河水并不深，孟老板挣扎了几下后想爬上岸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河里突然出现了数万条鳝鱼，一起环绕在孟老板的腰腹之间，并奋力地将他往河中央拖去。第二天，当大家发现孟老板时，他已经淹死在了河里，而腰间仍环绕着许多鳝鱼。真是奇怪，他的腰间怎么会环绕着那么多条鳝鱼啊？难道是这些鳝鱼将老板拖到水里淹死的？哎，我想是的。老板他不听劝告，凶残杀鳝鱼，最终遭到了如此恶报的。尝杀生苦果，发救生大愿。
周小姐虽出生在乡村务农家庭，但因为家境富有，父母又非常疼爱她，所以她从小就吃尽山珍海味，餐餐少不了鸡鸭鱼肉。女儿吃饭了，我今天给你煮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鱼。糖醋鱼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了。哇，味道真棒。后来周小姐到了外地工作，并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周小姐婚后依然非常享受，每天吃的几乎都是海鲜，她很喜欢吃鲍鱼，甚至青蛙、蛇肉、乌龟等等，而且常常吃不完就倒掉，每一餐都像是在过年过节一样丰富。老婆，今天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？我想吃海鲜，所以就煮多了一点。你呀，每天都买这么多海鲜，这可是伤害许多生命啊。况且这么多菜，我们俩人也吃不完啊。吃不了倒掉就好了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婆，浪费是会损福的，小心日后会受到报应的。你是心痛钱吧？还说什么报应？我才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。啊！后来，周小姐有了身孕，可是当时他们夫妻俩正打算要搬去香港定居，她担心无法如期成行，甚至以为以后有了孩子，一定会拖累他们的生活，满脑子自私自利的想法，最后竟然因此决定要堕胎拿掉小孩。老公，我想把孩子拿掉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马上就要搬去香港了，这几天我想了一想，要是生了孩子，搬去香港的事恐怕会有所影响，而且我们都还年轻，这么早有了孩子一定会牵绊我们的生活，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自由的旅行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，你也不能为了玩而要去拿掉小孩，这样的想法实在很过分。哼，我不管，这个孩子我决定不要了，等我们到香港定居后再生一个不就好了。随便你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堕胎是杀人害命的行为，你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又是报应，我就说我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。啊，哎，你真的决定要拿掉孩子吗？对的，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拿掉这个孩子了吗？老公，你别生气了，等我们到了香港再生一个不就好了？哎，你这样真是造孽啊，不可能没有报应的。放心，就算有报应也是我来承受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我就不相信我会遭到什么报应。不久之后，周小姐便和丈夫一起到香港定居。哇，哈哈，香港，我来了。周小姐来到香港定居后的第二年，她生了一个女儿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果报就降临到她的身上了。周小姐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，晚上也经常失眠，哭哭，整天就知道哭，哭得我都心烦。你对着孩子发什么脾气啊？你最近是怎么了？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女儿乖，女儿乖。哎，怎么了？
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又失眠了。你最近究竟是怎么了？脾气越来越暴躁，还经常失眠。我看我们明天去医院看下医生好吗？我没事，吃几颗安眠药就好了。然而过了好一阵子，周小姐的情况并没有改善。后来她罹患了忧郁症，甚至有一次想抱着孩子自杀。老婆，你抱着孩子要干什么呢？我要跳下去，我要从这里跳下去。啊！将孩子给我。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。医生，我太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太太得了精神忧郁症。啊！周小姐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，但她仍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果业报在成熟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不用喊了，你这个女人杀生无数，还堕胎拿掉孩子，已经犯下极重的恶业，应该受到铡刀刑罚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你杀生的时候有想过放过那些生命吗？哼，受刑吧。啊啊！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自己的病不是一般身体的毛病，完全是过去杀生的果报。你知道就好，那以后我们就多做善事，别再杀生了。嗯，好，好，以后我们要戒杀放生，多多行善。嗯。从那以后，周小姐便开始吃素，也经常买物放生，并每天相当虔诚地诵经礼佛。我发愿终身吃素，买物放生，随缘布施，尽己所能帮助所有需要协助的人们。我发心从今以后持守境界，以慈悲心善待每一个生命。大智度论中说，诸余罪重，杀业最重，诸功德重，放生第一。周小姐把自身的体验分享大家，以劝勉世人勿再杀生，更要以慈悲心来护生放生，避免自食杀业的苦果。嗯，请不要再吃鸡蛋。宝贝，来吃个鸡蛋。我不想吃鸡蛋。宝贝，鸡蛋很有营养的，每天早上吃个鸡蛋才会快快长大又健康哦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每天早上一个鸡蛋加杯牛奶才能补充营养。孩子，你也吃吃，这样的画面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。你们是否也会每天早餐吃个鸡蛋呢？可是吃鸡蛋真的很好吗？一位养蛋鸡十几年的刘先生却曾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要吃鸡蛋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老刘，你真厉害的，现在养鸡规模越来越大了啊。哈哈哈，还好啦，走，我们一起进去吃早餐。回来了，赶快来吃早餐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大嫂，真是太麻烦您了。哎呦，老刘，你自己开养鸡场，怎么早餐连个鸡蛋都没有啊？我们全家人都不吃鸡蛋的。为什么？过去你们不是也吃鸡蛋吗？
是啊，过去我们家养鸡的时候是放养，鸡很聪明，很健康。那时候我们自己家里人也都吃鸡蛋和鸡肉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为什么现在不一样呢？现在小小的鸡苗到家以后，就要给它打针去喙。打针可以让它们比家养的鸡少生病和长得快，去喙可节省饲料消耗，但如果操作不当，可能造成出血死亡或终身残疾。唉，真是可惜啊，又死掉一批鸡苗。这些死掉的鸡苗将和孵化出来毫无价值的小公鸡一起丢进麻袋，让它们相互挤压窒息而死。这些死掉的鸡会被碾成鸡粉，演变成鸡吃鸡。等鸡长到能上架后，一个房间里就可以放600只左右的鸡，从此那就是它们一生就要住在这个囚笼里了。这些母鸡一辈子的生活空间非常小的，连张开翅膀也办不到。母鸡不管吃饭、睡觉、发呆，双脚只能踩在格子笼的铁丝上，因为没有坚实的地面支撑重力，每只鸡的脚都因而变得又粗又大，甚至有的鸡脚肤肉早就嵌入铁丝。另外，格子笼的底层设计是倾斜的，为的是让母鸡下蛋后会自动向前滚，以便蛋的收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最可怕的是，为了让这些鸡更早并下更多的蛋，每天都要给它们喂一些添加生长激素和促进排卵的激素，而且为了预防鸡瘟，还要定期给它们喂食大量抗生素等对人体有害的药物。这些激素和药物在鸡蛋里都有残留啊。那这样的鸡蛋吃下去肯定对身体没什么好处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吃鸡蛋了。当这些蛋鸡的产蛋量下降时，便会遭到屠宰。而为了节约成本，这些母鸡在被宰杀的前两天，没有人会喂它们任何食物。咦，你们怎么不给这些鸡喂食啊？这些鸡的产蛋量已经太低了，所以要宰杀掉。现在再喂给它们饲料的话，那就浪费了。刘先生只知道鸡蛋对身体的危害，所以他们一家人从来都不吃鸡蛋。但是他们一家从事的养鸡业不仅残害了许多蛋鸡，还残害了许多人。后来刘先生生了病，身体经常疼痛不堪。哎呦哎呦，好痛啊。老公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感觉身体好痛啊，疼痛不堪。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最近这些日子你的身体总是这样。妈妈，爸爸他怎么样了？哦，女儿，你回来了。你爸爸的身体最近经常疼痛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妈妈，我觉得爸爸的身体疼痛是因为多年杀生害人的反作用力在起作用。难道这是真的？虽然我们家一直不吃鸡蛋、鸡肉，可是我们把这些鸡肉和鸡蛋卖给别人。这种行为害了多少人啊？或许你说的是对的，而且你们使用那么残忍的方式养鸡，使这些母鸡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这可是极大的罪过啊。刘先生和妻子听从了女儿的劝说，他们关闭了养鸡场，并且开始吃素、放生、念佛。自从关闭了养鸡场，刘先生的身体也逐渐康复。老公，这几天你的身体感觉怎么样呢？有没有再痛过呢？最近好多了，看来我的身体疼痛真是果报啊。是啊，爸爸，我们应该把鸡蛋的危害告诉大家，让大家不要再吃鸡蛋，这也是积善德啊。嗯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五零三二
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，要供焰供。